今天我们要来再读的是《真的好奇怪》第一集之后面，因为之前前面有讲过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从喜马拉雅山每年呢大约还会再长高 1.3 公分呢，就是地壳的稍微的变动。好，大约3300人手拉手就可以把地球圈起来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，这是一个大约的测量值。因为海跟海那个地球有海，那那个人对啊对啊，人就不可能一直手拉手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是大约啦。还有有趣的是，古埃及木乃伊的脑是通过鼻子取出来的哦，这个有一点可怕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100美元纸钞平均会在市面上流通9年就被他们国家回收，回收干嘛？就是换新的纸钞哈。好，中国古代的遗址曾经出土4000多年前的面条，哎哦，这个是怎么侦测这个年代？这个不可考哈。好，来再翻过去一下。有一块百年前的巧克力卖到700美元呢，100年前的巧克力，这卖来干嘛？应该不可能吃的吧？哎，这好像奇奇巧克力。对吧？这不是那一张的图啦，只是说一个饭。杏仁的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好，在 eBay 上面成交的最高物价是游艇哦，而且是1.68亿美元。Oh my god！ 好，好贵。哎，金星是逆向。自转欸，跟地球不一样欸，逆向的逆时钟啊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好，金星离地球最近的时候是幽浮目击报告最多，这个其实我是蛮相信有外星人这件事，我很想看它的飞碟，很漂亮。对对对。好，澳洲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哦，监狱殖民地，那应该就是关犯人的地方。澳洲我们去过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记不记得你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澳洲的布里斯本，还有那个叫做什么、那个叫做那个澳洲什么，有那个 oh my god， 不是不是，我们是去布里斯本北极啊，我北极我们还没去耶，北极未来应该不会去吧。哈，亚洲的吸血蛾有时候会吸动物的血，他们可能会附着在什么牛还是羊上面吸他们的血啦，哈，嗯，好，这个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。好，那有些鸟类的羽毛会比他们的骨头还重哦，不知道是哪一种鸟啊。好啊，毛毛虫的肌肉会比人类还多，这个我不知道呢。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毛毛虫有肌肉，它不是软软的吗？好可爱。好 ，OK， 好。冰岛除了地震还有冰镇哦，因为它上面可能有很多的冰层，对不对？好，口香糖，你在嚼口香糖消耗11卡的热量，所以嚼口香糖应该会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，对不对？这个知识也是我不知道的，原来冷水的重量会大于热水，真的太有趣了，对不对？好有趣。对啊对啊，所以冷水会比较重，这个要记得哦。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哦。